六禮拜講安怎成功？咱嘅生命是要成功，是不是？啊，上帝要祝福每一个伊嘅兄弟，甲咱成功。安怎成功？兄弟姊妹，头一句要甲你讲，成功需要敌人啊，是你敌人会做唔成功？阿妹咯，啊，感谢主啊！咱嘅话四十五章头一节到到第八节。做生意的大家也识啊，那是讲过就冇发生经验，是约瑟的故事。雅各生了十二个仔，这是第十一例约瑟的故事，咱来做生意噻。圣经上记载，约瑟坐伫正边倒边，徛了人面头前，就被打喊了，欢呼一声讲，人就离开我去。约瑟甲伊兄弟烧钱的点声，无一个人听到伊面头前，伊就大声吼，埃及甲法老家中的人拢总听到。约瑟对伊的兄弟讲：“我是约瑟，我的老爸故地哦。”伊的兄弟无再回答伊，因为家己伊面头前拢惊吓。约瑟又对兄弟讲：“请我进前来，也无进前来。”伊就讲：“我是汝人的兄弟约瑟。”就是汝人所被交埃及的，当今呢，唔通因为将我被交这边来烦恼、来惊、来惊家己，这是神派我到底往人头前成来，为着要保全你生命。当今这地有饥荒已经五年了，搁有五年未通栽种、未通收成，神差我到汝人以色列，为着要让汝人存了纯正的这个世界，又要大大事件拯救保全汝人的生命。啊，汝看来，带我来这边的不是汝人，乃是神，搁予我上加法老的老爸呢，作为全家的主，并且埃及全地的首相。那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跟我们讲一个约瑟的故事，讲到伊安怎看伊的前程，咱袂阿靠祈祷。这所求我的性命，我求你将我向主买归去，隆重让生命改变，可以让明白睿智。我求咱在这个社会，在属灵的世界内，会徛伫稳，徛伫站，无论虾米款的攻击，虾米款的试探。他们看你气焰，伊人拢无惊吓，甚至得胜，会要处理性命，性命我见过，会我投入，好叫人成功。感谢你听祈祷，用最后所用的性命求大家讲，阿门，阿门。所以现在记载物件，记载约瑟甲伊的高小人，啊，故事讲到对，雅各生了十二个囝，尾尾努力是拉结生，对不对？拉这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变羊面就死了，生了两个囝了，妹妹一个难产死了。所以约瑟啊，不，雅各咧雅各对这两个囝特别疼爱，特别约瑟，啥物物件好个，你如何？啥物物件水个，暗暗钱哦，伊拿做老爸老母啊，千万唔通安尼款啊。那是安尼款啊，要嫁恁个卵样，不知道？啊哟，啊这雅各就是安尼款，好个物件就钱，水个物件就钱。我只系今次做啊一个水水的衫，今日好一个囝咯，今日好约瑟一个了哦，哇边啊十十个高啊，今日看啊白好势，你哈咪输我，人家咪是囝，哈，来老母今日生伊一个，要不要紧？约瑟是一个囝呐，伊就做了两刀的棒，是咪？一刀的棒呢，就棒着咪十二个青白衣，然后佫棒着第二个就是啊，即十个青白衣。如果望到一个咧，是十个、十半个妹仔来拜伊，嗱，这个物件家己高高，正直的家己高高，你高心内高到无爽嘛？你啥物意思？你我是拢来，我是你高来，你知道？你竟然做梦讲我来拜你啊？是不是？我要描写要正紧呢，紧在心内面啦。直接点声，伊十个高咧，就去狂狂咬，但是去放鸟。放在部队内部，伊老爸当时就派约瑟去看伊个哥
好事冇，然後對你係報仇事。有時你走有錢咧，佢回回到邊？伊過到你邊房間飲酒啦、食飽啦，會看到伊喺啲屎見啦，對唔對？是不是？那是來見啦。一到你傾緊啦，冇人揾啊，一不做二不休啊，就會解決掉呀。等夜要食早飯是半夜點先啊？安怎？伊人十個高你啊了哟，你喺店面度啲坑位哦，點解坑唔使得做？先知唔使得做？你話俾睇又唔丟，唔睇又唔丟，你知道？你話邊個做咧？你都係掉落嘅嘛？哎，忽然間有一個埃及嘅做生意人，生意人接落土皮，一直過嚟想啲辦法，我將佢賣掉呀，過嚟聽，是不是？啊，可以去到埃及賣轉嚟啊嘛，是不是？應該賣轉嚟啊嘛，呢度賣約瑟，何止你埃及嘅生意人，將佢帶到埃及做奴仔。你諗到咩？有一個結局嘅嘛，是不是？招威就咁樣叫嘅嘛，是不是？對唔？哎呀，做咩偷到白衫，鐵破又白衫，然後睇只鳥，攬咧鳥又飛到喐死沙位，然後都要喺老病房，老病，老病，喐死沙，喐死沙，啲老病看到啲沙，知唔知啊？家己都喊起來，哎呀，我驚，你都學野獸食幾隻幾啦，哎呀，我驚，神仙莫話先，大智慧啊！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日子过了，就是约瑟在埃及受苦，做人奴才。但是这奇妙，虽然你做人奴才，但是上帝不提拔你看过伊。伊做人的奴才，本来细细奴才，到到变成一个大大的官家，一个将军的官家。但是问题本来确实发生哦，好景不常在哦。安怎呢？这个头家的某啊，是假的。未叫佢，但是佢兜我兜佢一埋，佢自己點車頭嘅，我未等下咧叫佢只盲聽，硬硬背。但是硬硬埋佢是敬畏上帝啦，佢就走，佢頭嘅手就揪住佢衫，就衫攣住條衣，衫攣住條衣，當時啊頭嘅手彈面條衣咧就含下衣，就只眼就考我眼邊嚟，點解都話喐死佢衫都喺盲聽，喐死佢衫都喺盲聽咧，嚟運安嘅。伊將佢就起昂喎，我個都乜提拔，乜精能嚟教數嚟講，都將佢派入面教會裏面，求經裏面，嗰個就係運咯。佢在求經裏面，佢冇係運，佢繼續求主。但係呢個人就特別，佢喺裏面做頭嘅，佢喺求經裏面本來是一個卡古嘅求經裏面人，但是咧喺啲卡古經嘅頭就看淡嘅，因為佢前有教，前有地位，佢有聽信，佢敬畏主。聖經，你哋做做做，卡古經所有物件，你卡古經頭教教海管理啊！啊，大事發生啦，換兩個人調嚟出嚟，一個人咧是多招嘅項目頭先，啊一個人咧是主家嘅，啊做翻一個人就做一個班，一個咧就做翻海頭頂裏面咧，有隻姐姐嘅物件，但是有隻鳥食佢了，伊所有物件嗰邊 ，OK， 然後。嗰一個人咧，就望到就是葡萄，在伊個頭位，然後伊看到只葡萄有酒出來。但係之外，只內望發生咧，點先啊？伊諗唔知啦，計食欲食咧，是做望嘅人嚟嘛？知唔知？佢想做望咧，上帝可以望，伊係雞望咧，喺度對有啲內人講，我頭仔咧啲面頸嗰度著嘅嘛，明仔都咪掉針頭啦。第二塊葡萄，嗰個葡萄招出來咧，你講明仔咧要放出去啦，放出去咧，咁先繼續到啲昂頭先行招昂。咁你嚟記咩啊？你咪記人話笑掉話咩啊？明仔早起發生，明仔要食所講嘅嘢，一嚟就針頭，一嚟放出去繼續行招。但是啲行招嘅人啊，歡喜過頭，第二要食講嘅話嘢啊，繼續行招，要食繼續在啲教會裏面係受苦。自己點先啊？花到王做了一個夢，夢到咩嘢？頭先夢到七罐大杯嘅杯杯大杯，加七罐細杯，係啦。但是咧細杯食掉嘢，大杯嘅。那第二困咧醒起來，佢在困咧，佢在夢到第二夢，一夢到七隻杯嘅骨在海邊啊，江邊嘅，七隻山嘅骨在啲江邊嘅。但是咧山嘅骨啊。吃掉你贵的贵，伊都无明白哦，起来个心情真乱，真乱，真乱。
伊就派人调到了所有伊国家内面所谓谋士啊，所谓假伟人、地位人来改天下啦，无人会就改。伊就回到伊来用三字来面讲啦，无就改我这把，你我从解了问题先，治疗伊咯。即人紧张啊，紧张到半死啊，啊大家会惊啊，伊烧无路啊，啊后尾后面一个杭州的人会记咯，杭州人我想要 S 多些个。因为王啊，有一个人都会记啊，手人会在了解密码啊。后面输了，不知道到卡罗点啥，你记录派一个主家的甲我入去，坐卡罗啊，帮助了一个忙。结果伊解了我的忙，让我死了，我出来啊，我一个就枕头啊，啊，我叫伊出来帮忙解密码啊。法老王呢就真欢喜，就看咩将玉石抓出来，把这个忙解到成功。新的人从我玉石，可以知影这梦的意思。玉石就解讲，讲啊，你有七年七只牛，七个大麦代表七年，七年你有大丰收。但是落来的七年呢，都饥荒，他们是饥荒啊，物件在卖我，无通食。这个七年的饥荒呢，它解会你的大丰收。讲了就真惊。哇新的哇领导的那么要怎么做要怎么解释来听你说这七年大丰收你在那个收的米来准备了他过七年的大灾害我们说这群人无效这群人真正搞有新的东西是爱的方式做在全埃及的手上那还是嘛七年大丰收的东西埃及有东西吃然后七年的饥荒的东西开始在全地的了无东西吃那约瑟的十个兄弟都是因为无东西吃走来埃及来买吃的东西听到埃及无东西吃有白鸭卖有白鸭吃那这晚上来到了依然是卖认出约瑟的啦约瑟又穿红布啦又烟斗又大吃又水啦是不是但是约瑟的钱十个高哦这阵时，伊啲对者啦，但系这阵时咧，其实我听都看到面嘅，以前就对伊讲，等于前面个人先讲嘅嘢，我唔谈音乐调讲，你将我背来去背来看我。你讲虽然人逼迫我，人看令我，但是我无怪你人，我看到上帝只是先派我来，跟住要波转转嘅，要救咱人嘅等嘅嘢，所以唔谈归咎，如人。派我来烦恼，是上帝派我来。你看，约瑟特别的什么？伊看到上帝旨意，伊无怪伊的敌人。家姊妹，听我讲的什么？你成功需要敌人的吼，真奇妙的啊！姊妹，你想话，把你上灵的生命里面，哈密斯到今日，上帝无将魔鬼灭掉，我为了这问题。普通的人，这个人啊，可能主耶稣的名面犯规啦。上帝要灭掉魔鬼，将伊放东京，放到你黑暗，放你无地坑，放你地基内面摇。上帝要关掉伊，下拔掉伊摇。他们是上帝没错，他们是魔鬼，都在世界作乱啦，作东作西啊，来陷害那人，来攻击那人，来刺探那人。刚刚未来行之外，我谈到一个答案，行之外。那是无魔鬼啊！基督徒的生命未健康的，那是无魔鬼啊！基督徒的生命未大啊！那是无魔鬼啊！可能基督徒的生命未成熟的，那无魔鬼啊！基督徒的生命可能未更加深的发到上帝哦。有的人魔鬼在病痛，伊就引出不到了；但是有的人魔鬼在病痛，伊更加发火主哦，伊更加进发出经验主哦。有的人伊就问题来，经济问题来，等于失落去啦。但是有的人经济问题来，伊个经验主会降低哦，个深深的体验主会降低哦。那阿姊妹，那这个世界无魔鬼在你作乱，你都讲生命我上是变大，总是像温室的小蛙，是不是？总是想家这里败家仔呢？但是因为叫有魔鬼在里面作乱。人会更加挖苦上帝，人会更加敬仰上帝，人会看到上帝话，人会明白上帝更加深。所以到今日，哈密斯
日子未到，因为上帝不会加字，加上大。那兄弟们，你要记着物件，你在世间上看这属灵的真理，在世间趁食，在四周的人来面向，千万你要记着物件，别达达人属教你的，阿咩？别达达人当欢喜做的物件个了的。别讲干扰人，本是你朋友的，总是有一半的。在你做工的所在、学车的所在、同事的所在、朋友的所在，甚至家庭内面的所在、教会内面的所在，总是淡薄的人是你心中的刺啊、目中的刺啊，是不是？刚刚讲话要插入，要恶你歹的物件，然后要看到你无好的物件，要后尾堵路，那遐怎卖？看要怎看？有的人看咧。就是无好的，有人看就是精神的。但是我今日叫你来看另外过一个角度，看你怎看的。你敌人对你好的，头先咱看咱家己讲，敌人何如人脉家己？来讲人脉家己，我先讲啊。箴言第十四章三十节到加三十四节，箴言 Proverbs 24 verse 30-34。今年就四条三十章讲，我经过分大人的前面，江南的葡萄园，那个经济啊，经济大条的地皮，枝草砍到了个田面，石桥隆重多了，我看到了就留心思想，我看到了就领受驾驶，搁困淡薄。个爱个独孤人母，燃了头，健体人母，佢双向佢成个强度呢，渐渐来，佢欠佢成个亚病气啦，来到佢生命里面。一句话讲到边呀？真言看到一个片段，你看到佢参加啲葡萄园加了垃圾山之山个咧，即叫人是一个有行者啦。你看到咗就体到一个驾驶。因为好米水玩家，好米水坎坷的原因的，就是唔暖，好叫来提醒我，唔通爱困，唔通独孤，唔通笨蛋。那是我笨蛋，我就上加伊呢坎坷，上加伊呢凄惨。那你即卖圣经教导咩啊？人看到人嘅感情，会大滴面体有经验的。相反，人嘅敌人啊啦，攻击咱人嘅感情，大滴嘅辛苦啊。那人会摕到咩？摕到假事来证明咱家己的。我想讲，咱的敌人啊，啥个亲家呢？是咱人照着咱人，真正心真实的照着咱人。有一个哲学家讲了一句话：，迄个恶路的人，等我落我来佚佗，落我只东西啊，驴子啊，路。路仔啊，路啊哈！等我路啊来一步，只有我的敌人啊，真正清楚跟我讲，我是只路啊，要听住啊！搿个恶路人，我啊，我听我讲，咬啊，是不是？是不是？我冇可以用，我啊路啊有烂啊，我冇解唔得。搿个恶路我的人啊，确实来去夺我啊，但是我的敌人啊。跟我讲路啊，无用，路戆，对呆就是路啦，对笨是路啦，路就是只路啊，上个路啊来戆啦，兄弟姊妹，安尼款的人啊，对我才是真实的话，真济人爱听爽的话，好听的话，恶路的话，当人批评你的点声，兄弟姊妹，总是感觉就讲未好势，爱。爱保护你家己，爱正，爱去杀，爱去消灭。那遐怎话？一个狗的人啊，当伊的敌人啊，是一眼镜来看家己。哈密苏里敌人过在了攻击路，哈密苏里敌人过在了后尾来堵路，就是有的所在，咱人无够硬；有的所在，咱个冷；有的所在，咱会互人夹到臭坑。假如若是讲一个狗的人啊，你就看到家己的不足去进步，点啥？你嘛贪骄了，是不是？
你若咬的人啊，你若家己去追求啊，去赢过，甲你白头啊是白，到底这方面内面的攻击，相关的人之外，魔鬼撒旦攻击咱的生命，了不是啊？他咪想咧，就是因为咱有破口来攻击，有破口来试探。感觉这个感觉你整容喉咙，觉得无像这边生命性格，性格完全无可指摘，就是无像物件可以在了这边生命内面。你著徛伫外口一直看，吹来吹去，吹来吹去，总是吹无一个空音。咱的生命健康，咱的生命有人，所以你都看你第二，咱的人去想第二唔对的，一世界你有诶。你一间公司卖做，你走去别间公司，相款的嘛。别间公司没有太难的哦。你一间教会卖来，你走去别间教会，相款的别间教会，你是安尼看你心人，一个市的人的哦。你这教会都卖单了，卖忘了，呀？但是你去了别间教会，有别间教会问题哦。我看过真侪牧师，到一只侪间教会哦。看你怎卖？但是相款的这教会教会，我一个牧师的朋友。我一个牧师的朋友，伊超请一个教会，今日敲电话来，敲电话，那牧师啊，我问你个平顶啊，你个教会有缺人？那同学要来？那现在怎么？你未要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他们是因为你不完全，你若完全了去。被教会完全，阿门。所以你未找到一个世界无问题的工。我着对，若是讲你看你的敌人，是你帮助，你提醒，你更加明白家己，更加相信家己，你生个个人听。常常咱听到人攻击咱个感情，偷一个观念，偷一个想法，拢是无好个。讨厌你在，我没有人，他们是公安人，你看怎么办呢？我怎么得掉？但是如果轻小者呢，安对伊讲啊，是不是他们所在做不够细致，咱会注意到原来，咱原来发问题，所以应该有机会来讲啊。那若是你有这机会，家己改变，家己得胜，家己怎么，你有得赢，就你得钱。我们对你的敌人的请为你的打卡照，明白吗？打卡照，让你起步较快，让你更有经验。阿门。讲这时阵，你听来，声来，攻击来，试探来，这个批评来，了不知啊？怎么安静内心？因为迄个人，他哩个人拢总是变帮助的人，可能明白阿家己。阿门。阿门。咱来看第二，来讲第二，可能改变家己，改变家己，家己讲，改变家己啊。那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边讲，我咱知影万事拢互相效力，叫爱心的人含着益处，就是按照业绩比较啦。那遐姊妹，保罗讲特别咯。我来讲万事，哈密事发生呢，拢是互相的效力，互相的配搭，咱讲较用明白呀，配搭、配合、互相的配合，叫啥物？叫爱主的人，叫做爱主。伊的意思讲，无论我是歹也好啊，我愈爽愈爽啦，噶了，配合起来，交甲尾，要互咧爱主的人，爱上帝人，主的家己拢要甲咧爱主的。我来讲一句话，了不得，伊毋是随口讲的，你知道？伊生命经验的，含随就讲上，被苦主常常娱乐。那这人受尽痛苦的，你知道？只要为了主的缘故，伊坐下苦；为了主的缘故，我不定；为了主的缘故，这个头颈内面叫顺，四十遍、九十遍、三九遍，跟耶稣说病病病治。这个人坐伊咪点声，拄着传准病，然后在你水中浮了。三十日，那这叫人福家兄弟害，在教会木妖兄弟姊妹咧，佫福兄弟姊妹害了对。这叫人经历内面的
一个右手外口的攻击，但是到到尾来，伊谈到一个真理，伊讲原来万事个咧互相配合，叫我谈好。大家先问到咩？我咧思想，在你基督徒的生命内面，你要知影水啊所听人，大家讲水啊所听人，伊好咱人个当中好个，阿咩？虽然当地咱看无好，虽然咱未在了看到主的心意个，咱感觉坎坷，但是我甲你讲，迄个坎坷就是对你好个，迄个坎坷就是改变你生命。那是一个人会在了看到上帝之，伊个生命是积极个。无论遇到哪款的环境，伊咪会面对，伊知影讲主也着予伊好个，这种人就该成功。一个人若是讲惊问题的人，惊变质的人，听到姊妹，我甲你讲，也是唔爱承认变质的好处的人，那遐姊妹，这种人未进步。若是讲一个人，若是讲会在调明白真理，看咱的变质，看咱的问题，是一个改变呢。这个、人无停大汉，无停忙碌。阿门。我一个兄弟啊，摆来跟我讲，哎，牧师啊，我拄着一个我的生意啊，我的生意啊，来一个病啊，啦，哎，我甲伊讲，你来看，要穿，啥穿？做行业移民，他不是卡，做民他不是卡。你看到解工一句话，我讲兄弟啊，我都买看到兵，这个生意上好进步，以前都赚一卡，佮赚得多，证明讲你物件无搞好了个啦，你有所在未赢呀？你要做的不是穿，你要做的是骨力，你要做的是讲人独孤，像独孤人无你，你讲袂得赢了。问爱困，我爱困难破，困难难破，你讲咪得赢了，你生地就赢了。所以你该做啥物，骨甲骨力，去吹出，安全赢过，去祈祷，去挖苦主，求主的智慧。我爱讲兄弟啊，你值钱啦，唔是做多咯，你值钱是甲你讲你问题，然后你若现在了改变来讲啊，你值钱是帮助每个人，互你骨甲强，达到。都无人会甲搁再条多了，那遐个钱，今天都难看，都难看咧个。遐个钱嘛，遐个时阵万事互相好啦。你生命若是经过一啊次坎坷，一啊次困难，反对你生命话题。不過你那個做工就是我們祈禱，我們祈禱有一個客人在飲酒醉，飲酒醉在敲砸我，砸我是定義的嗎？砸我沒來，沒來就能飲酒醉，當時我也起，我也起一亂，我也起，跟他說話，那再頭一巴掌打我，砰打我臉，甚至我的心要起来起手打了，因为感觉真紧张，我就人打。但是我的心内面同样软弱 ，customer 呢，平常时佫对我好，是不是？是讲伊只啉酒醉，我唔要钱要费多了，但是因为平常时好嘛，一到伊，我唔知怎啊，总是想起当时，当时想了，同样想到伊平常时对我好，知道？一路咧调过来。我知结果啊，最后咧就第二澄清咁啫，变做话更加好嘅朋友。但系到来突然之间，分暗暗自跌咗，后屘物件未好就有啊，变做话朋友。但系小文，我只能摸伊刀啦，朋友冇啦，可能第二个代表咩仔全集俾你摸翻咁啫。想啊，去到那边无人了，是不是？我无人，无人了，是不是？摸来个摸去，就是那么简单。我就讲了一个故事。凡事啊，咱人受苦，
后尾结果啊，确实无好。家己只话要相信啥物件？咱上帝教导咱啥物件？教导尾向咱传递个，阿门。就是咱个进步，就是咱个今日个伫教会内面，我会面对种种个问题。假即时阵，人看起来只大问题啊，对我来讲啊，我心内面几感惨状个。看到对个个问题来讲，见我个人只人看见我个人，我系如此激个。我是如驚車，我心裡面的鬥志是如強的，然後我心裡面啊，有一種的刺激啊，就是說我準備了要處理的問題了，就是因為就這樣看，現在請問，我看到，我可能就輪點一關或一關過，我不是問題啊，我到底是教我的唔无达达你，伊就来攻击我诶！无达你讲接受我诶，来教会来，今日咩有啊？今日咩有啊？好，今日咩就人人下批去聚会啊？是啊，果然教会传道人无无受过正规诶教育啊！来未出话吗？你我已经知着代志啊！教会去 support 啦，因为这是内政的物件来帮补充。我知我做了咩嘢，那向前看，越近，敌情唔是拍到，敌情是好多机会改变你家己更加强。惊的那是讲惊敌情，需求一定帮敌情，阿门。都未要求一个所在，隆重是安慰事。但是，你若是讲伊接受伊个钱，伊在调金了，也是叫做控制 manage 伊个钱，伊个钱确实哩蛮重。好，你做物件要小心，好，你做物件搁个定金，好，大家记日子啊。对心来有做准备来面对，阿奶啦，伊会一直行一直成功，会行一直成功。阿妹，我讲真，今日我甲你讲一件物件，知无？唔通惊，凭自己来讲怕，你知影？要徛伫稳，徛伫在，你袂记上帝稳定教咱用。我若惊你上帝旨意来面，做救物件，上帝来保守我。阿妹咯。来，看第三，最后，箴言十四章第十节，箴言十四章第十节。但是我要记住物件第三，我跟你讲，敌人何如敌胜家己？来讲敌胜家己。圣经箴言 Proverbs 24 verse 10，跟你讲，愈大愈患难的音声，那是惊吓为灵啦，就死了。那嗰啲患难的中间，就唔是惊吓，唔是跋倒。唔是崩咯，那是安尼款先讲。哎呦，你都拍身了，你领到就死啊！大啲患难中间，你苦住我济，你要得胜我济，因为你要相信咱物件，你得钱会讲价。坎坷来，患难来，无管人去，大啲魔鬼来，拢会帮助你后尾就好去。咱看一白，魔鬼宣布之后，人我要攻击伊。因为只有人若攻击伊啦，暂时伊未必敬伊后吼，但是上帝知影，我只有人是忠心对伊的，上帝允准伊，讲赐，你赐我仆人对我来做忠心，但是伊的命你未使要，莫非提早以前，可以身躯破病，朋友来攻击伊，但是到到尾来，伊甘愿死无离开上帝，你看到最后一条要被记，上帝要祝福伊。人提拔你，加倍加倍奖励。你要记啥物件啊？亲爱，你若赢过，对问题头前就是大奖。咱若要来学习，伊会高含海，即大点声，伊高十倍，咱头先应该开始，个了，又有这个力，又有这个资格，
你没有这个理由，有这个条件开始刷会高，因为伊高含海。但是伊无，伊看到上帝旨意，这个高甲咱完全咧帮助伊补足，帮助伊享受，帮助伊求伊全家。伊是不是感谢？是不是鼓励敌人，帮助伊敌人？你知唔知？这种人要成功，要蒙福。所以耶稣讲咩？当你敌人枵，你先来吃，最大的因，是不是？吃新罗体无三千，买三千。如果咱做成个对一个火炭，落伫伊个头中间，你袂记啊？人啊，做路啊，那是无公义个啊！上帝审判个啊！上帝的审判，迄个无公义，暗暗来对付你个啦，暗暗来攻击你个啦。你免惊个，你有目睭看会到，伊安怎坐伫面头前，互主来审判。简单来讲是安怎衰啊？有没有？但兄弟姊妹，你会记啥物件？当咱拄着患难日子，唔通退步，要靠主改变。要知影讲，咱若拄着有一个所在欠费，有一个所在无够，有一个所在魔鬼是何类敌人来攻击？若是讲人拄做头家，倒来听到啥物件做无个，人若拄着后尾啊，金手指啊，动力规则啊，是不是？啊！像之外，你要知影一件物件，就是讲，你有空来做吗？你空未空？空咪好势，从今日开始，我问你条讲句话：，安怎解决？安怎去面对？安怎用策略、办法？其他，等你咱做，咱去经验加，把到伊未就只物件忘记住了，是不是？像之外。假使若是讲，你拄着代志，拄着人的话批评，拄着魔鬼的攻击，拄着你敌人，到后尾陷害，你就跋倒了，安尼即卖就拍算啦。因为你上帝人话讲，阿咩？你上帝人追求，所以你袂计较物件。圣经英文呐，也是你坚守尊行上帝话，上帝保守敌人来攻拍，出一条路来。要大滴七条路，无走；七条路无走，意思讲在那边四线无走，因为主看顾侬，主保守侬。阿门。所以，咱做基督徒，要其他物件，咱心灵要成熟，咱要健康，因为上帝不会看咱会惊你健康。大家只话要注意了，啥物件？那咱做基督徒啊，比人歹过伊了。外口的人无先注意，生活更加歹过，咱就在受煎熬间。基督徒唔单止要拄到生活的问题，佫要拄到属灵的问题。要处理家庭，要处理工作物件，有阵时佫要处理教会物件。咱是家会的啦，所以你家会会面对代志，咱只上帝就要互你的心灵家会坚固，家会勇健，家会有信心有能力。所以咱希望上帝训练在咱的生命里面，好叫咱人会生命健康起来，会接受伊领受更加大福气。每几样物件，每一个试验过后，每一个试探过后，后尾就是留着大嘅福气来。无论是玉石，无论是阿伯拉罕，无论是玉璧，无论是圣经大彼岸，每一个试验过后咧，拢装福气，这是圣经。所以姊妹，若是讲到患难的日子，你跋倒，就无解答了。所以到你患难日子，你更加要坚固挖苦主，你更加大一点主。我昨天讲一个见证，每当这姊妹，伊都会人知影，伊都会人会想，有人我同人为了这姊妹祈祷，这人叫 Amy Thomas。美兰的姊妹，等到我去到美兰的家，伊人伫家，伊是单亲妈妈，查某大汉啊，该外查某生有一堆种 cancer 啊，廿分钟，即下大了了，然后起码拍到到表示啊，你拍几分钟，你话头后尾有形的嘛对不？廿分钟啊无形啊，廿分钟大过伊头，安尼，安尼。我是吃善，吃康康，吃软，吃毛肥，豆粿，豆粿。
但这个人啊，对主的信心啊，他无相。最后啊，打一刀我去买人点声，读到讲，未晓，伊又怕未惊，所以要做 transplant， 他们是做 transplant， 就是叫做换细胞啊，在新加坡刚刚做的，差不多做过来啊。我听到嗰只落得来水，我吃五百几千。伊就已经阿侬开五百几千年啊，就查某人。所以讲当大卖啊，苦主啊。啊，你买买的嘛，落得来我自己，这些有人爬落去的。没有是没啊，没有是没啊。有我们家几多，没人养几百几多，那几个人就白。伊阿媽佢對精嘅咁先啊，教會人士問我喺停喎，以前就主餐，以前連餐，過當嘅主餐啊。教會人我喺停喎，教會人我經人借冷緊，而家係做主餐，要休息，因為等我其實係俄羅斯嘅咁先，又經拜主嘅咁先，我今日起嚟經拜主，我先係春交俾點等嘅嗰度要行啫，因為先燒骨好難咁先啊，要春水先。阿媽佢精已經爆啦，就係燒，起嚟大丁燒骨。起来来去俄罗斯，我看到我看到伊安尼坐，你敬拜是普通普通啦，知道？比普通啦，咱爱敬拜啦，不是咱不是有这个。但是我看到伊个生命，我是不要留的。王主啊，以前我来上街来看啊，我是不是上街伊来继续徛伫台顶俄罗斯？伊无帮上主，伊准备好先啊，早晚准备好先啊，几多几多？丁禮拜，丁禮拜我去買人看，欸，我講笑喲，所以我需要你用藥嘅啦，我笑笑，知道嗎？喂，我講笑喲，即拜，對我拜對嚟，拜丁禮拜我對嚟嘛，喺對我拜對嚟咧，就係 check 咗係點先啊？而且擔心我，唔知叫我過唔第時我升，佢兜兜嚟冇受損啊，兜 check 嘅啫，呢度變成壞嘅，有冇好咧？運轉好嘅啦。哇！感謝主啊！堅堅就卡定我，我講嘢好用，我出邊同地下女啊！我係想講一條人，看到意志，我心內唔甲意笑，因為地，因為伊對主嘅信心堅固。我係人嘅，我為人破病離開主，幫助主嘅命喎。埋怨主的命運，為人 bankrupt 去啊！我繼續話佢主，上帝要提拔佢。為人拄到最大問題，點先？伊苦卡話佢主，苦卡經驗主，然後苦卡親咩來追求主的命。但是為人，所以話人勇敢，就乃離開了，就乃放散了，怕死啦！所以你知唔知？等到你困难中间，你那是惊吓未能得死的。其实的钱是我那得胜那家己，不是我那人失败那家己。的钱帮助那得胜那家己，的钱可能更加坚强，的钱可能更加小心，的钱可能更加运转，的钱呢可能更加精神来回答这些话。等你精神、修心、运转的点子啊！我跟你讲，你到第几来，你行的成功了。你第几来，你强，第几来，你好了。第几来，你提升，第几来，第几勇敢，第几来，就失败，成功的日子就紧紧夹了。阿妹，这只是准备第几次给你祝福的？刚才告诉你啊，这是童话故事来了啊，童话故事。有一个王，有一个王啊，生一个鸟仔，鸟仔大汉了要嫁鸟仔嘛，要嫁着谁呢？伊就招咯，招伊个国家里面最好料的少年家啊，来比赛啊，就是赢咧，就通娶到伊个鸟仔，成为王子。诶，然后用了三十几项的比赛啊，来比赛啊，哇，射箭啊，小刀招啊，小炮啊，大项的比赛三十项。然后到到尾就八个少年家进入决赛，搞同辈进入决赛，搞到决赛当时咧，
这王的带领一条鸡江边来，就讲，就最在最底上声守过一条江过对面呢，伊就腾到来走啊。但是内面嗰是未赢啦，未赢啦，OK。哇！咁強大嘅姑娘都，誒俾你出價，我唔得。我話幫人住升層啊，細層住。紅友啊聲，有隻少年嘅跳嚟講嘢，嘣嘣嘣嘣嘣嘣，將幾隻手就燒鬼哦！哇！把把酒喎，哇！把五個把酒喎，你知道？我咪看人話，即叫就是外驚曬，即叫就是外驚曬。大家還我，大家把酒，到底將叫點聲？到底老隻少年嘅夾起來，即隻衫邊啊鬼啊？安怎？如果你用卡量，燒鬼就講。不像爱公主哦，你七七夜杀的他，又唔知啊，唔知就是中个老爷。人老爷子啊，就跳落去，变咪笑咯，结果做咧王的惊晒，来阿姊妹，这是高手啊，但是高手提枪啊，佮他人一卡嘞，可能是第几号嘞？阿咩？第一講成功需要敵人，阿咩？嚟之後啊，敵人我諗明白啦，隔住第一講敵人我諗明白啦，隔住敵人我諗能計平啦，隔住第三敵人我諗識成啦，隔住咁長招，快啲俾人送掉喎！嚟嚟嚟，嚟嚟嚟，阿超。